睡前你做这五个动作，让你一觉到天亮。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失眠多梦，你做这五个动作都能让你一觉到天亮。动作一，我们将我们的左手进行握固，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根处，握固转拳，在我们的小拇指下边这个横纹下有个位置，有个开关叫做神门，我们来按摩一分钟，力度由轻到重，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筋，大家去按这个位置，每天睡前半小时去做。动作二，再往下横纹往下三指的位置有一个小开关，这个开关叫做内关，也是按摩一分钟。左手按完，我们按右手，也是按摩一分钟，用力，家人们，力度由轻到重，一定要用力的去按摩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我们将我们的四指跟大拇指去击打，每天最少要做50下，不要有太多的花样，就这么击打就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双手掌心相对，用大拇指来去往掌心去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些动作都是每个最少要做50下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将我们的双手掌心向前，尽量与肩部保持平行，然后大拇指向外，用四个手指来去往掌心的位置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个动作也是做50下。还是那句话，无论你什么原因引起的睡不着，你试一下这五个动作，每天睡前半小时，一觉到天亮。祝所有家人们都能够有美梦常相伴。关注何怡老师，不活99，我们谁也不许走。